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，有点结巴，因为最近嗓子不太舒服啊。今天的话是带来《魂斗罗：归来》生化白熊，不，这个斯诺贝尔的一个测评啊，测评教学啊。然后的话，好，我先把音乐关掉，后期我会给他配上一个 BGM。然后他的有两个技能，第一个技能的话就是，一个是浩劫之盾，就是第二个技能是产生护盾，然后护盾的话消失可以产生自爆，然后第一个技能是那个，还有二段，第一段的话就发出一个跟踪弹嘛，大家也知道，第二个技能跟踪弹放完以后，哎呀按错了，跟踪弹放完以后，然后的话会产生那个，它会喷那个冰雪，它这个反正就是喷出这个冰雪持续4.5秒啊，然后4秒内再次使用，说错了，4秒内再次使用会喷出极寒冰雾，对前方敌人造成这个，反正就一大堆，就这个。他这个武器最好，这个英雄最好配机关枪，因为配机关枪的话会给他有这样一个被动，再加这个 buff 啊。但是我不想配啊，我偏偏不配啊。但是你们不要学我，还是废话说完了，我们直接是进去一 v 一打一把，1v1打一把啊。但是你们别学我啊，最好的话就是我的标配最好配一黄金加特林啊，黄金加特林这个枪配给这个熊是最好的。然后，但是我偏不配啊！这个穷我就给他禁毒啊，就是一把 M4 一把这个啊，不受升级和升阶影响，我不信啊，我不信。对面打这个蓝斯啊，我操，打这个蓝斯有点难打。白熊的话，先一技能这个放过去，然后再被动这个护盾开起来以后，直接跟对面禁毒啊，没毛病啊。被动开起来以后，我们用火焰喷，直接跟对面禁毒，就这样一个玩法。打单挑白熊，因为以前这个熊不叫他白熊，以前的话这个很强，但是他护盾被削弱过的，护盾被削弱过。以前的白熊真他妈是一种无敌的状态，我操，真的是无敌以前的白熊。但现在不一样，他这个护盾被削弱了，这白熊，所以说相对来说他没有以前那么肉那种感觉。对面这个怎么反应那么慢？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？才28%，我估计他是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玩的。你们我打个赌，然后估计办公室里面 WiFi 断了，所以说他现在打不了啊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这样子增加了我视频的时间呀，兄弟，你行不行啊？我靠，难道我后期我还得剪一下吗？你不要在上班的时候玩啊，总算是好了啊。他挂机了，好的啊，那挂机了。先护盾开起来以后，就直接跟他近身对路啊。那这一期是让我捡了个大便宜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家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水这么一期，好不好？大家好不好？他估计是在这个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玩游戏，然后被老板发现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办公室里面护盾开起来，然后这个直接火焰喷的，直接一身劲度啊，然后一技能好，然后第二段会产生有50%的概率会产生一个冰冻啊。但是这个经验教训不，这个教训也告诉我们，你们千万不能在上班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啊。那你看，我老板是其实他是知道的，然后他就直接把你的网络给切断，对吧？那你还玩个奶子啊？直接我们一个三血啊！好了，我开玩笑，我们再打一把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我们再匹配一把。这一把不算啊，这一把不算啊，我不捡，我就不捡啊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好3-0，这个他根本就动也没动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再来一把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把，好不好啊？他逃跑了啊，那说明我匹配的都是真人啊。好，直接再来一把，说错了，我们再来一把，我们不打电脑，打电脑没意思啊。好，再给大家匹配一把，好吧？咱们视频嘛，要么就做嘛，就要做的。只要这个白熊我3-2能赢下来啊，说明我这个视频就是 OK 的。护盾放起来以后，先这个那个喷出这个一技能，这个冰缩那个，然后再护盾放好，护盾放完，然后用火焰喷子在他身边烧，然后再放这个一技能，这个喷这个一技能的二段喷这个白雾啊。这个英雄操作很简单，就是跟人禁撸嘛，对吧？禁撸的话，我觉得近身战的话，火焰枪是非常凶的火焰枪啊，而且我这个 A 级的话，在这个匹配时间，哎呀，我不应该在这个点做视频，这个点正好是在上班时间呀，哎，这个有点尴尬，匹配的稍微会有一丢丢的慢啊，但是，这个有，好，总算是匹配到了啊，对面是一个蓝丝啊，又是个蓝丝啊，是一个没有皮肤的蓝丝啊，希望你不要断线哟，兄弟，好，估计要来了，要来了啊，这个蓝丝还是比较难打的。
先喷出去，先找他，然后护盾开起来，护盾开起来，直接跟他进路啊，直接跟他进路啊，直接跟他进路，然后再放这个冰冻，好，有50%的概率冰冻他，好，直接带走，一血非常的快，这个就是这么玩法，先这个喷子，好，又来了，还是老套路啊，还是老套路，先放这个，然后换成火焰枪，好，继续动他啊，还是老套路啊，他拿我没有办法，然后近身了，在这个，哎呀，有50%概率的冰冻啊，他想吃这个，哎。好，不动了，不，我管他是不是人机呢，反正就这样子啊。好，这个血包我先吃掉啊。反正这个是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要激动。好，先上上来。好，护盾放起来，然后再火焰枪直接烧他啊。好，火焰枪直接烧他。这个是技能释放非常简单，然后再，好，再动起来啊，直接带走啊。这个应该可能是个人机，无所谓了，这两把就这样子的。反正第一把肯定不是人机啊，操作很简单，这个熊啊，先一技能。然后在这个护盾放起来，然后护盾放起来，用近身枪去跟他进入，然后再放这个一技能的二段，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操作。那好的，那这期视频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了，那我们也是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